大陆轩辕，我朝独大，四方诸国觊觎我朝土地多年，时逢先皇病重，新老皇权更替，一时间边境诸国兵势攒动，内忧外患四起。三朝元老驻守齐东边境的大将军韩忠，奉先皇之命，带领儿子韩超日夜兼程，回京安定局面。公主，天色这么晚了，我们实在不该这时出宫。眼下朝局不稳，我们白天出宫太过显眼，所以才选择夜晚出宫，到城外的护国寺暂时避难。咱们这次啊是微服出宫，而且英哥是父王从宫中数百名高手里面选拔出来的，放心吧。韩忠，韩将军。这位姑娘是？这位是玉兰公主。微臣驻守边关十余年，竟不识公主，请公主见谅。多谢韩将军和公子出手相救。快将公主扶上马，我们亲自护送她回宫。是。公主，走。韩将军觐见。微臣拜见皇上。平身。两位爱卿风尘仆仆，一日千里还朝，辛苦了。谢皇上。先皇的先皇未能见到老将军就驾崩了，这也是奉先皇遗诏召老将军回京啊。如今有我父子镇守边关，外邦不敢越雷池半步。此番微臣携犬子回朝，唯有一副将驻守，臣心中不安，待局势稳定后，臣等便速速返回边关。朕闻听韩公子剑术高超，不知今日可愿意舞剑，以悦朕心呐？臣皇。圣驾，有事慢慢说。是是，皇上，大事不好，柳王爷他。柳王爷如何呀？他被杀死了。什么？今夜必ずこの印を城下に届けねばならん。お主は兵を三つの手に分けて城を出て、万が一の場合。予備の策で行動しろ。仰せのままに。柳王帝遇害，韩卿可有对策？皇上，不知柳王府内的兵符。问得好。
大理寺卿来报，尚未发现有现场的兵符啊。此番凶手杀王爷夺兵符，微臣担心有人要借用此事勾结外敌起兵造反。先皇将京郊登州这两大通往京城的重要兵符赐给了六王爷，意欲朕继承大统后六弟协助朕稳固江山，不成想倒害了他。如果是朝中之臣想造反，微臣定能平定叛贼，安抚民心。但是微臣担心的是，杀害六王爷盗窃兵符之人为外邦之人，那我朝江山可就岌岌可危了。韩卿，朕命你暂代京城大将军，派人守卫六王府，不容再有闪失，即刻关闭城门，追查凶手，寻回兵符。微臣领旨。皇上，犬子韩超武功超群，头脑敏捷，侠肝义胆，他随微臣驻守边关多年，此番到临安府极少有人认识，便于秘密行动。依微臣看，就让犬子担任侦破此案的捕头吧。微臣相信他定能担此重任。微臣定当为皇上效力。好，韩超，朕命你全权调查六王爷遇害一案，切记暗中调查，不可声张。微臣遵旨。让我进去，别拦着我。公主，公主，您不能随便闯入啊。皇兄，我听说六王兄死于非命。朕已命韩卿秘密调查。我与六王兄感情深厚，恳请皇兄让我助一臂之力。好，切记要秘而不宣。刘公公在。你从御前太监中挑选一得意心腹随行办案，随时向朕禀告案情进展。是。皇上有令，城门封锁三日，三日之内任何人不得出城。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如有翻城墙闯城门者，一律交由临安府收监待审。让让让让，林大哥，您心情好，放我们出去吧。我爹一早没了气，我没钱买棺材，我得把我爹埋到城外五里外的葬岗。埋完我爹，我立马回城，我绝不在城外逗留。你心情好，你心情好。任何人不得出城。時間がない。早く城外に送り届けろ。はい。现在街道上突然多了这么多衙役啊，知道出什么事儿吗？听说昨夜啊，六王爷死了啊！现在满洲都在传，六王爷是被红衣厉鬼索命致死的。皇上考虑到皇家颜面，这才会全城戒严，封锁城门。哎，这些个人呐，死了也不得安生，害得我们连城都出不去。可不是吗？房内窗户完好，门窗皆没有被撬起来。仵作，燕是。死者口鼻张开，瞳孔散大，颈部有一处致命伤，全身有多处抓伤及掌印，短者一寸，长者三寸有余，掌印长度约五寸，右手指甲中有些许红绸物。长者三寸有余，那岂不是一个女人的手？
六王爷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致死的呢？昨晚王爷院里，可是你们当值？是是。可有发现异常？昨晚上风有点大，院子里有棵刚栽的小树被风吹断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昨晚我肚子疼，穿过回廊上厕所，隐隐约约，隐隐约约是什么？隐隐约约有一个女子披头散发从回廊飘过来。时隐时现，飘忽不定，我连忙躲到树后。你是说看清红衣鬼影的样子了？启禀皇上，微臣根据敬贤王府见过女鬼的下人描述进行了画像，请皇上过目。哎，皇上，快来人呐！朕今日龙体不适。皇上，哎，哎呀！公公，这是为何？你可知道画像上的是什么人吗？不知道，还望公公赐教。画像上的人乃是十几年前六王爷府豢养的一名宠妓，名叫北岛惠子，是东瀛人，美艳淑丽，喜穿红衣，能歌善舞，深受六王爷喜爱。16年前，惠子身怀有孕，被刺自尽而亡，临死之前留下遗书，16年后要来索命薄情的六王爷。哎呀，这眼下这当口啊，正好是16年整啊。莫非这个北岛惠子真的化成厉鬼来索命了？哎，这是正房，从正房穿过走廊到厢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别画了。哎，我说小瓶子呀，你干什么呀？这画了也是白画。这哎，城东口张记包子铺，哎，吃一笼送一笼，重免费，吃满1两银子送十个铜板，咱们去吃饭吧。你还吃？哎，我说小瓶子，哎，你这话我可就不爱听了啊！咱俩认识多久了？足足3个时辰了吧？你请我吃过什么啊？你请我吃过什么？好，你不请，我去找英哥去。既然时间吻合，红衣鬼影没有进展，我们不如去查下北岛惠子的尸骸。嗯，是不是真的有鬼魂索命一说，也就不攻自破了。走。公子，我已带管家到北岛惠子的坟冢处将尸骸挖出，现在验吗？验。是。哟，尸骸身长4尺7寸，有韵月余，左手腕有轻微脱臼扭伤，尸骨其余各处未呈现裂纹，说明生前并未遭受利器或钝器所伤。腹部尸骨呈褐黑色，
是中毒而亡所致。这是什么？四世东瀛的蜜合香。哎呦，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妖魔鬼怪，牛鬼蛇神，千万别找我，千万别找我。要找他们。管家，石骨尺寸和当年北岛惠子无异，他左手腕确实受过伤，而且他生前喜用香和蜜。这么说来，那王府的红衣鬼影是怎么回事？哎呀，这人都死了，那肯定就是一个冤魂，他出来杀人了呀，对不对？我们惊动了女鬼的尸骸，怕是惹怒了他的亡魂，这万一他要出来复仇，因为他走晚了，下一个死的不就是咱们了？韩公子，屋里的门是从里面锁上去的，凶手是怎么进去又是怎么出去的呢？公主，你也认为是人不是鬼？其实根本就没有鬼。谁说没鬼啊？啊，要我说呀，咱们还是先回去吧。啊，咱们是人嘛，啊，对方是鬼。你听说过这人跟鬼打架打赢了吗？小段子，休得胡言。啊，你说谁呢？你说谁呢？你你把东西吃完了再说话。我不好。我就跟你们讲一讲啊，都说这人定胜天，人定胜天，你听说过这人定胜鬼的吗？啊，哎呀，这万一人呐，真把这鬼给招来，那真是可就超越六道轮回了呀！到时候，那到时候连阎王爷都治不了他。我说怕鬼的人呢，不会遇到鬼；不怕鬼的人呢，也不会遇到鬼。只有那些心中有鬼的人呢，才会遇到鬼。你说谁呢？你把话说清楚！别闹了。韩公子武功高强，李平能辨百味，耳聪目达。倒是你，除了胆小怕事，你还会什么？皇上只给我们三日时间查案，如今已经过去一日，你就不要再搬弄你的那套鬼神说辞了。好了，今天天色已晚。不好了，不好了，王妃们不见了。王妃，带我们过去。公主去偏房，管家吩咐下人别出来。王妃嫂嫂们怎么会？公主小心，此针有毒。我曾随父亲驻扎边境两年时间，他们当时就是被此银针所伤。我想凶手真正的意图是不想我们继续追查下去，只是……只是什么？公子，要不要查一下府里所有的房间，看看有什么新线索？好，先查一下吧。
公子，你看，此屋住的可是东瀛人？不是，是以出身寻常百姓家的女儿莲莲，家亡流离，一年前王爷外出打猎时带回府里的。你怀疑这屋里住的是东瀛人？啊，管家，吩咐一下，王府所有的人今天晚上为六王爷祈福上香。是。天干物燥，小心火烛。那个翻帮的女子，原来你就是杀害六王爷的真凶。我没有，不是我。带走。放开我，我不是凶手，为什么抓我？放开我。公主，韩将军。公主请。说吧，你和六王爷什么怨什么仇？为什么要去谋害他？没想到这么瘦弱一个女子竟如此凶残。凶残？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还是赶快招了吧，否则就算你是铁打的骨头，也扛不住流水的刑具。不是我不说，而是你们把这弑父的罪名安在我头上。弑父？没错，我就是六王爷和他当年最宠爱的姬妾北岛惠子的亲生女儿。你胡说！王兄府里的郡主哪一个不是同我一起长大的？看你面生得很，想必一定是混入王府的贼人。你继续说下去。16年前。皇后一旨处死了刚怀孕的母亲。当夜母亲逃离了柳王府，独自一人独居荒郊野外生下我，之后便疾病缠身。去年母亲临终前告诉我，我的生父是六王爷，每年中秋左右都会去城南林场狩猎，让我带他死后隐匿身份去接近六王爷。那你为什么不光明正大的认亲？一旦他的身份被朝廷知道了，怕是六王爷也难逃罪责。然后呢？母亲死后，我便一直守在那里，终于让我等来了六王爷。他见当时的我与母亲有五六分的相像，便把我带回了府。王兄心存善念将你带回府，而又是你的生父，你竟下如此狠手，你好狠的心！这正所谓丹顶鹤上红，黄蜂尾后针，青蛇口中信，这三者皆不毒，最毒他的心。嗯，我是借机进入了王府，但是我没有杀人。把从他家搜出来的证物拿上来吧。这个母亲的画像，这是我画的用来思念母亲的，你们不能因为这个就误会我杀人啊。那这个你怎么解释？我平时的武艺都是武房所制的，这东西不是我的。哎呦，我说姑娘，都到这时候了，咱就别狡辩了吧，这些全是从你房子里的床底下搜出来的，就别死鸭子嘴硬了。真的不是我。你二人将他带下去吧。我真的没有杀人，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杀的，不是我，不是我，真的不是我。
英哥，通知出分告示，就说凶手已经抓获。我没有杀人，我没有杀人。不是你杀的呀，真的不是我，不是我杀的，放我出去，不是我干的，不是我干的。好，甚好，你果然没有辜负朕之所望，区区一日就破六王府命案，朕要好好的犒赏你。谢过皇上，能为皇上分忧是微臣的荣幸。既然你已经抓获真凶，那丢失的兵符也寻回来了。启禀皇上，暂时没有。皇上，既然凶手已经抓到，那么当务之急就应该严刑拷问凶手，逼问出兵符所在。如果凶手拒不交出，应立即处死，为六王爷报仇。奴才听闻，昨日城门关闭一日，城中百姓已是叫苦连连。处死凶手之后，应当立即打开城门，安稳民心。罢了，传朕旨意。皇上，这案子臣还有一些疑点没有想通，城门可否过两日再开？既然凶手早已找到了，为什么不早日处死，以慰王兄的在天之灵呢？今日你向皇兄请旨晚开城门，幸好皇兄没有怪罪。皇上圣明。你究竟为什么认为连连不是杀人凶手？日后我会向你和皇上解释一切。你究竟要查什么？六王兄尸骨未寒，凶手就在眼前，你还要等什么？死体まで外に出れないなら薬病の流言を流せ。城内は強行にでも陥ったら関係の親子は三日も持てない。御意。宮殿からの報告はあった。艦長が皇帝に開門を遅らせようと申してた。わしに忠誠を尽くすなら今だ。もう時間がない。大業が成し遂げるかどうかは今日と明日にかかっている。次の任務には犠牲者が必要。わしに尽くせるのは君にとって光栄のことだ。停下！冰大哥，我兄弟得了瘟疫，要送至城去掩埋，我怕传染给乡亲们呢。将军，不好了！城内雷暴，悦来客栈发现瘟疫之人，怕是城门再关闭几日，瘟疫死的尸身如果运不出城，城中瘟疫之毒将大肆盛行。瘟疫，快出城！慢着，将军，要不麻烦冰大哥将我兄弟送出城去，就扔在乱葬岗也行啊。用石灰就地焚烧。不能，将军，我们家族里有规矩的，这必须要留全尸，这不能，哎呀，不能焚烧啊。放我们出去！放我们出去吧，将军！你兄弟果真是得瘟疫致死了。是啊，将军。来人，上石灰和火把。哎呀！什么呀？难不成他们就是偷兵符的人？
韩将军。来，打开门。这几日委屈你了。今日是我亲眼所见。玉兰，韩超和那个杀人凶手的关系绝对非同一般。午后我听他劝皇兄说不要开城门，也不要杀他，他明显就是在袒护他。你说我该怎么办？韩超如此胆大妄为，有负朕对他的皇恩。我知道凶手不是你。刚刚有人在城门口试图出城，但是被将军拦下了。现在人在哪儿？人已经跑了。我方才去了城门口，闻着残余的气味和那时咱们救下玉兰公主时那般黑衣人所用的白粉是一样的。走，去看看。先帝がおられた時、我々藩王は何の不自由もなかった。今の皇帝は税を増やし、藩王の勢力を削ろうとする。このまま首を洗って待っているわけにはいかん。先帝を討たねば。殿の仰せの通りでございます。韩将军。韩超渎职，朕处置他是要堵天下人的悠悠之口。皇上，韩超若真有罪，切莫顾忌老臣，按朝廷律例处罚即可。刘公公告诉朕，如今城中人人在传唱童谣谶语，皇家兄弟不相容，君臣相争变二龙，只知奉喜传三让，岂料游魂隔九重，天上先皇一洒泪，世间骨肉可相逢。这名韩超闭门思过，暂不必插手六王府命案。韩公子身为皇上亲封的大内密探捉拿凶手，如今凶手已经捉到，可韩公子却请旨皇上推迟将凶手处死，打开城门。奴家听闻是韩公子以公谋私，爱慕那个女凶手。什么？老将军，确有此事。皇上派的捕头将杀害六王爷的凶手抓到了，但是皇上没有立刻下旨将凶手杀了，城门也没开，难道这里面还有别的原因？还能有什么原因？当年皇上还是太子的时候，先皇本属于六王爷，接任皇位。难道是皇上派人杀了六王爷？你的意思？来，难道皇上查案有假？假不假的，这有谁说得清楚？杀害六王爷的凶手可能是皇上派去的呢。嘘，このまま流言のわらべ歌が歌われていれば、城内の民心が必ずバラバラになり、皇帝の信用は地に落ちるに違いない。天下が乱れ内憂外患、我々はその時を待っていればよい。分かったか。仰せの通り。皇上。韩将军这是？朕罚韩超闭门思过，不会严惩。只是六王府命案，朕着他人前去详查，也不过一炷香的功夫。
将军就闯回来了，真是为父心切啊。皇上，臣想说的不是这个。皇上，可曾见过杀害六王爷的凶手没有？朕怎么会见一个囚犯呢？杀害六王爷的凶手和当年的武姬北岛惠子长得如同一人。哦，原来如此。皇上，六王府一事蹊跷，臣奏请解了韩超禁足，让他戴罪，继续追查命案。将能歌善舞的北岛惠子等一干武姬送到六王府，就说是本宫赏赐给他今年的生日礼物。是。听说近来你宠幸武姬，父皇闻之已龙颜震怒了。果真如此，父皇意欲罢黜你皇子身份，发配至辽东边境或西域边陲，永世不得回京。六弟啊，我劝你还是把武姬送到宫中的月音房或者城中的牌楼里去吧。为兄这是为你好啊。多谢皇兄。王爷，我想问你些真话。本宫听闻他已被北岛惠子迷得神魂颠倒，整日荒淫无度，不思进取。此时本宫下旨声称为了他的前途处死武姬，想必会令他痛不欲生，为你震怒。来来来来来，六王爷，你的舞跳得可真美。嗯，好。皇后驾到。拜见皇后。六皇子，皇上听闻你整日沉迷于靡靡之音，雷霆震怒，本宫今日而来，看见眼前的这景象，也着实污秽眼睛。本宫为了皇家声誉，也为了你日后的仕途，这些人明日午后全部赐死。惠子，皇后的话本王只能遵从，不如你先去朋友的私人府邸躲避一段时间。我已经将府里一怀有身孕的东瀛下人赐死，冒充于你，假以时日，等父皇和皇后淡忘此事，本王再把你接回。惠子，你若留在六王府，会给六王府带来灭顶之灾啊。王爷，刘公公前来宣圣旨了。赐你等东瀛武姬自尽。公主，这么晚您怎么来了？啊，我听李平说你已经一整天没有吃东西了，就算要想案子也要注意身体嘛。都是我不好，我不敢让皇兄听见说你喜欢连连的话，害你被禁足，皇兄还暂停你办案。你也不用太自责了，这事情也不全是你的责任，我应该早些向你说明我的疑问。难道你真的认为连连不是杀人凶手吗？不可能啊，我们明明在他的房间里发现了红衣服和惠子的画像啊。看似证据确凿，却还有不少的疑问。
我怀疑莲莲房间的红衣服是别人偷偷放，而莲莲并不知情，目的是让我们误以为莲莲是凶手，转移我们的视线，欲盖弥彰，掩盖真相，另有图谋。还有，见过女鬼的下人说，那女鬼的样貌和惠子一模一样。如果惠子已死的话，那么就是有人戴着人皮面具假冒的。可是我们搜遍了莲莲的房间，也没有找到人皮面具。如果是莲莲假扮的呢？毕竟她和画像那么像，只需稍作打扮就好啊。也有这个可能，但是那日两名王妃被操纵成为傀儡，莲莲就算武功再好，也不可能避开府中重任，独自去刺杀六王爷。还有，据管家所言，郑王妃那日带着莲莲和众婢女一块去了娘娘殿祈福烧香。莲莲就算是轻功再好，晚上避开众人，再悄无声息地回到王府，至少也需要三个时辰。可是王爷在此时已遭遇不测。难道他有同伙？还有，莲莲杀六王爷是为了报16年前母亲所受之仇，可是他为什么要进府一年以后才行动？那确实有不少疑点。一会儿我们一起去一趟牢房吧。我想再去审问一下莲莲，看看能有什么新的线索。另外，我这有封信，想让公主转交给皇上，是我对这个案子的一些疑点。放心吧，我一定亲手交给皇兄，我把今晚的推断讲给他听，他会相信我说的话的。但愿如此吧。眼下时间紧迫，我们唯有悄悄查案。我刚刚去吃饭时他还好好的。莲莲，莲莲，脖子上的勒痕较于耳后，面色青紫，根据这些来判断的话，显然是被人勒死然后吊上去的。啊，如果是自杀，那么面带青色，勒痕会微微置于颈上，眼合口开，舌头置于齿外。你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公主，小人真的不知情啊。那我们现在该怎么办？一会儿去各个城门查看，看看能有什么线索。嗯。站住！站住！城门已封闭。毕大哥，让我出去，我的确是有急事，所以才半夜前来。追！まだわしの相手じゃない。東門と西門はあくまで目くらしに過ぎ、北西の城門が落ちた時はもう手遅れだ。
貴様は必ず因果場外に届いていると思う。今やわしの手下はすでに六王府に入った。残り半分の因が見つかれば城攻めができ、天下は我がものとなる。炎弱伊豆君ぞ広告の志を知らんということだ。糟了，公子怎么了？走去西城门。找到兵符，只怕醉翁之意不在酒，在六王府。走。你在找什么？公子，这味道跟前日刺杀公主的那帮凶手所用的白粉是一样的。你确定？嗯。今我々持っているのは当主偏居の印。もう一つの印を見つけなければ城攻めはできない。偏居の印は関家親子を戻らせるおとりだ。我々の真の目的はもう一つの方だ。うまく乗ってくれるかな。昨夜は王府全部の部屋を探した。二枚目の印はない。殿は東門と西門に兵を送り、艦長の足止めをしたはずだ。何故六王府に戻った？もしかしたら裏切り者でもいたかな。裏切り者ならそれでいい。艦主の親子は東栄人が印を盗み、これから攻めてくると思えば必ず急いで返居に戻る。今お主以外この趙王の正体を知る者はおらん。わしが皇帝の座についたら奴らの始末はたやすい。その時お主は上昇だ。よい、下がれ。はい。将军。将军。昨夜那几名遇害士兵的后事料理得如何？回将军，一切都已经安排妥当。嗯。昨夜发生匪人闯城一事，今天一定要加紧巡逻，严加防范。是将军，属下这就去安排。嗯，去吧。小瓶子，
哎呀，我来看你来了。哎，进展怎么样了？没看我这查着吗？江湖上所用白粉各有不同，我看看能不能在这些小玩意儿上找到些线索。哎呀，要我说呀，就这些东西查了也是白查。小墩子，去去去，不要妨碍李平查案。哼，哼，哎哎哎！小墩子你！没想到，没想到，这东西还挺甜。你个吃货！今日朝中的狱卒来报，昨夜韩超去了大内监牢。皇兄，要怪就怪玉兰吧，不要迁怒于韩公子。我只是想查出凶手罢了。你们这是成何体统啊！朕罚韩超闭门思过，你却……皇兄，此案复杂，希望皇兄再次启用韩超，任命韩超为密探，重新调查此案。韩超渎职，竟有数日没能查出真相，凶手反倒遇害身亡。如今京城百姓怨声载道，你贵为公主，只怕不便插手此事。皇兄，不如我们今天就在桥上练剑吧。嗯，那我们开始吧。嗯，出招吧。皇兄，你输了。哎呀，皇上！皇兄！皇上！皇上！哎呦！皇兄！皇上！皇上！您没事吧？皇上！皇兄！皇上！先生！快叫御医！叫御医！皇上！皇上！韩公子，就是这枚石子击中公主的剑，导致皇上受伤。仅凭一枚石子就能改变公主的剑的路线，看来是个高手。如此高手在皇宫内却没有直接杀死皇上，却是假借公主之手重伤皇上。这么说，这件事会不会跟我们调查六王爷的命案有关呢？哎呦，就这么一枚小小的石子儿啊，你说你们有什么关系？你干啥呢？哎，我干啥？有句话那怎么说？哎，那叫什么来着？啊，拿着鸡毛当令箭，拿着石子儿当线索，这要让外人知道了，我们大内神捕的威严，那威严何在呀？你还好意思说自己是大内神捕呢？哎，我看是我们最近查案太敏感。小墩子说的对，这不过是个普通的石子罢了，或许是公主比武时溅起来的。击中我剑的那枚石子，你们看清楚了吗？是有人故意为之。石子的事情依我看毫无意义，或许是个意外罢了。一会儿跟我进宫啊，看看有什么线索。嗯，正好我也要在宫中查一下白粉的踪迹，这样我们就知道凶手是否还留在宫中了。公主，请用茶。李平，一会儿速速进宫。
子，李平，瓶子，瓶子，你没事吧，李平？李平病得蹊跷，看来凶手已经把手伸到了我的府里。不想我们把线索查到皇宫里。李平突然发病了，会不会是这茶？多谢公子，只是你打通我身上的经脉，这可损耗您一半的功力啊。皇上下旨，三日之内追查凶手。如今已经过去两日之多，我休息两个时辰，随后你和我一块进宫去查找线索。你恢复听觉和嗅觉的事情，不要和任何人提起，包括府里的人、小墩子和英哥。是，公子。皇兄，韩超刚才为了救李平受了内伤。看来朕此前真是错怪他了。玉梅啊，你帮皇兄去办一件事情。朕有这件蒙古国进献来的宝物金丝璧，刀枪不入，而且水火不侵。你去交给韩超，切记一定要亲手交给他，不得走漏半点风声。我已经等你很久了。你已被皇上停职，还这么恪尽职守的查案，好，我今天就送你归西。莫不是进了皇宫？韩公子，怎么今天这么好的雅兴又有赏花啊？莫不是办案太辛苦了？我都和你说过要劳逸结合。哎，今天天气真好啊。昨天晚上我追黑衣人，追到皇宫宫墙的一角，他突然就不见了。
我这不过来查看一下，看看这边有什么线索。皇兄还没有恢复你查案的权利，我只好舍命陪君子了。老奴参见公主。刘公公这是要干嘛去？皇上今儿个好点了，想和老奴用露珠泡的参茶了。这不，我去御花园采集些露珠回来。公主啊，这早晨露重风寒，小心着凉啊。真是辛苦刘公公了，回头啊，我一定向皇兄给你讨一份赏赐。哎，谢过公主。那老奴先行告退了。哎呀，这谁呀？对不起，刘公公，是我不小心，公公请息怒。哎哎，来，我给你擦去。就您这粗手粗脚的，能伺候刘公公吗？哎呀，你看看你的手，你再看看我的，你也能算是个女人？哎，刘公公，我来帮您擦啊。哎哎，哼，哎，我小子，你看我干什么？我那是工厂，这是你们家的老大，你来整你以后我没人承认。这里真不错。你看，哎哎哎，奴才罪该万死，冲撞了公主，奴才罪该万死，请公主息怒。公主，你看，这些治疗外伤的药，你是拿给谁的？快说。小人不能说。小人说了，小人全家都会死。公主，她死了。怎么办？刚刚找到的线索又断了。还没断，到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时刻了。好，此计甚妙。皇上，您的参茶。啊。皇上，您因何事而烦心呢？也只有你能看得出，朕是有心事的。三日一过，城门仍然在封闭，只怕扰了百姓生计，激起民愤呢。皇上，老奴也认为民乃社稷之根本，就算那些贼人偷了兵符，估计现在也已经回到他们的故地了。皇兄，且慢。韩超，朕不要你查六王府命案，携带兵器，难道你要刺王杀驾不成？皇上，微臣前来缉拿凶手。雨梅，你怎么也来了？皇兄，你看，你不该为手上的伤口解释一二吗？皇上，老奴这伤口啊，是今天早上在御花园采集露珠时摔伤的。是吗？回皇上的话，刘公公手上的伤口与皇上赐给微臣的金丝璧所致伤口十分吻合。你要做何解释啊？顾家小心。小子，
得给我拿下，把他拿下。银哥，我们去帮他。好，皇兄，我也去帮忙。小心啊。嗯。皇上，奴才去帮公主。小兔子，你给我回来。都别动！小墩子，你疯了！我们要打敌人在这儿。你终于露出真面目，击中公主箭的石子，是你故意扔掉的吧？那日小瓶子在研究白粉，也是你故意在捣乱。就连小瓶子中毒，也是出自你之手。说的都对，你那么聪明，现在才知道啊！哎，行了，别说那些没用的了啊！乖乖的把刀剑都给我扔下来，不然……韩超，嗯，不要放下兵器！你不要胡来！韩超，你身为臣子，难道想看着你的玉兰公主惨死在你面前吗？还不放下兵器？我们可以放下兵器，也可以放你们两个走。哎呀，这么大方啊！那走之前，不如再送我一件礼物啊，比如京郊关口的兵符。小墩子，从王爷遇害的第一天起，我就觉得这件事情有些蹊跷。后来从连连突然遇害时，我就知道你们已经乱了阵脚，怕是露出破绽才匆忙处死了连连。这恰恰印证连连不是真凶。另外，那16年索命也纯属凭空捏造，明明是先皇驾崩，你们想趁机谋权篡位，声东击西，蛊惑人心，妖言惑众。还有一件事情，你自幼将惠子养大，没想到你却让他潜入王府寻找兵符，结果害得他生不如死。哼，这是他命中注定。15年前，你生父带你和你母亲来我朝做丝绸生意，被强盗抢了所有货物，你母亲也死在了强盗剑下。是否我出宫办事，看到你们妇女流落街头，你父亲恳求我留下你，我见你生得漂亮，将你带回养在我的别院。这10年来，我教你媚术，把你当成我的亲生女儿一样，你的命都是我给的，也是时候该报答我了。你且去六王府待上几年，等到时机成熟，咱们里应外合，共图大业。义父，您放心。我吃了什么？义父刚刚给你吃的是一颗九重丸，不过放心，药效会在3日后下，到时你就会面目全非。不过只要你在3日内能在六王府找到兵符，义父就会给你解药。切记别忘了交给你的任务。16年复仇时机已到，今晚你假扮惠子刺杀王爷，找出兵符。是公公。你潜伏在皇帝身边多年，心口不一，阳奉阴违，是何居心？你愧对皇帝对你的恩惠，
你做的全部都是偷梁换柱、鸡鸣狗盗的无耻之事。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的幕后之人也不过就是一个试图夺权的乱臣贼子罢了。年轻人，我很欣赏你，如果你能效忠于我，定会是我开国的武臣。你这逆贼，休想！你何必为了这个昏君守在边境虚度光阴，跟了我有享受不完的荣华富贵。首领，赶快走吧，走啊！嘿，是时候了，你我之间决斗吧！月俸才多少啊？犯得着为那个皇帝这么卖命啊？啊！就你现在，连我养的一条狗都不如！去死吧！
因が揃った。天下はわしのものだ。我ら将王は天下の神。万歳万歳万万歳。请便祸及众生涂炭，那可就真对不住列祖列宗了。幸亏韩青将兵符寻回来，微臣职责所在。兵符物归原主，实乃国家社稷之幸，黎民苍生之幸。吾皇万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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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照城州江古开，淘金未半老江威，美人首饰猴王媚眼，尽是沙中浪底南。
越王府一案已破，韩超立下奇功一件，朕特封你为京城明暗神捕第一神捕。谢皇上。传朕谕旨，六王府命案全部真凶已经伏法，令交手示众，昭告天下，以儆效尤。听说了吗？此次侦破王府一案的韩超，原来是皇上为玉兰公主准备的驸马人选呢。真是驾傲天成，天作之合呀。韩公子被皇上封为了京城第一灵案神捕。哎，这以后韩公子当了驸马，咱们可就有好日子过了。他们都称你为驸马了，你听到了吗？韩公子，驸马。不好了，刚刚传来消息，前来临安府朝见的西域塞兰王路上遭遇伏击，和亲的塞兰公主下落不明。走，